我可以代为访谈一下。哎，这一组是我的呢，阿洛。怎样？这一组是我的。他比较喜欢女生。哦，我广告一下，这个时间我广告一下哦。哎，对，我们那个临近的摊贩，哦，进出的话，你的摊贩车要出示一下那个啊，我们那个告示牌。告示牌对吗？通行证啊，抱歉，更正一下，那个通行证好不好？出示告示牌，告示牌是告示牌上面是讲不要乱丢垃圾之类的，那叫告示牌。哎，今天用亚罗一带，今天发给发伊来过，把刚才一三年有读下那么好，把那都把那人家读个巴亚山来好，伊来都把那人古巴亚几刚啊，哎嘛哎嘛嘛那山来好。好，我们这个时间，阿洛，你要访问他，那他是我的人呢。哦，真的吗？我只是想知道说，是好，因为我后面的人厉害，我跟你讲。哦，这一组是你的，我知道。这一组是我的。啊，你为什么现在要访问我？没有，因为我对他的刚才那个鼓，我一直很怀疑他到底是真打还是假打。真的？是吗？你学打鼓多久了？三年哦。我学三年了。他目前他才3岁哦，目前才3岁，学3年难怪。那你的鼓是跟谁学？文胜老师。文胜老师。他是谁？不好意思啊，文胜老师，谢谢你把他教那么好哈。然后你除了打鼓之外，你还会什么？要追加，因为后面的队伍很强的，你们会输。你可以追加什么吗？好，他秀一下，秀一下有没有？我的有没有人要看他跳舞的？我帮你拿鼓棒来。我觉得热情度不够。有没有人要看他跳舞？来，秀一段10秒。你不要跳太远哦，哈。对，好了。不要跳太远哈。如果他跳下去，你们帮忙接一下哈。好，来啊，来，预备，预备，要给他什么？不用给你节奏，你自己就好了嘛。还是大家帮你打节奏？大概怎么样的节奏？好，一、二，节奏先来。And one, two, three, four， 不要加快哈。二、三、四，预备 ，and five and seven。海洋，海洋，也有洋，海洋，海洋，哦，海洋，哦，哎呀，耶！耶！哎呦，这是我的这一组的哦，这是我这一组的哦。只要每一个孩子哦都拥有这样的自信度，我们台湾就很有救了啦。真的，因为他现在才3岁，真的有加分效果哦。麻烦一下，一定要支持我们这一组，好不好？老板。啊，掌声！谢谢，欢迎。谢谢。好，请接着请。